好久不见少侠们。今日餐点，熟成炖佛陀。哇，这敌人很不妙啊！姐姐，我得加把劲了。你也做点事吧，有自己来一下，别脏了我四象阵。站开！有自己来一下，别脏了我。该换你出手了。战阵之间，活人性命何难之有？真让人担心，你可别逞强哦。这招是我和小剑一起构想的，很厉害的。还行吧，把敌人当作铁块，顽强地敲打下去。四象阵，战有自己。别脏，我好多了，谢谢。你也做点事吧，有自己。别脏，该换你出手了。舞刀弄剑，兵法小道。哎，受伤了就安分一点，听话。全力攻击，还行吧。把敌人当作铁块，顽强地敲打下去。你也做点事吧，有自己。双剑，三个不止噱头。谢谢你。四象阵，破绽倒向我的亲。尽管放心。舞刀弄剑，兵法小道。可别小瞧了我晚沙拳锻炼出的臂力，真让人担心。你可别逞强哦。全力攻击。还行吧。让你见识锤与针之间迸射的火花。你也做点事吧，有自己。双剑，三个不止是噱头。四象阵，展开破绽，倒向我的欺负人。尽管放心，战阵之间，活人性命何难之有？全民与我华丽的舞姿对抗。受伤了就安分一点，听话。谢了。看我的精灵！嘿咻！倒把敌人当作铁块，顽强地敲打下去。看到了，我的小家保命了。你也做点事吧，有自己。别脏了我，还是我来吧。破绽那般，倒叫我还欺负人呢。需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吗？舞刀弄剑，兵法小道。真让人担心，你可别逞强哦。这招是我和小剑一起构想的，很厉害的。到我上场了。当作铁块，顽强地敲打下去。你也做点事吧。破绽那般，倒像双剑，可不止是噱头。你也做点事吧，有自己。别脏了我。需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吗？战阵之间，活人性命何难之有？全民与我华丽的舞姿对抗。受伤了就安分一点，听话。这招是我和小郑一起构想的，很厉害的。到上场了。把敌人当作铁块，顽强地敲打下去。合起来，打下去。四象阵，展开。有自己，别脏了。该换你出手了。战阵之间，夺人性命何难之有？你们怎么喜欢此等无效率的争斗啊？哈哈 ，MVP 金翅神鸟，各种在动，偷盗成功，请容我骄傲两秒。我芒山副本诀窍就是在动跟在动，对五须有书城跟金鸟，操作方式请在动再看一次影片。原本的配置还有五爷
想将在洞特性最大化，可惜在书城的光环下黯然失色，连五爷也被退居了。白起之后最神的角色书城莫属，可以让人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。保安，可以让人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啦，本期影片到此，期待有缘再相会，拜拜。